花语轴，目前的消息会是卷王价格，不过还是早期样品，正式上市可能会有所更动。LY 材质的白色轴心，透明 PC 扇盖，搭桥插件灯位，四角卡扣固定的，五角粉色尼龙底壳，43克触发，总行程约3.5毫米。整体压力跟灰木 V4 很接近，偏干爽的顺滑手感，边角按也没有什么沙感或涩感，结合价位来看，这个手感很棒。靠近听有些摩擦声，没有弹片音，个别会有些许的弹簧音。灰木 V4 花园轴。Z1 轴，花园轴，回弹有力、顺滑、毫不杀色的手感，触底回馈感是比较硬的那一类，声音集中，不过回弹声音偏散。另外，大概是早期样本的关系，有比例的轴体触发有问题。要是未来修正的问题后，价格跟顺滑度都能维持住的话，相信能成为自主套件的有力轴体选择。21毫米弹簧，有润滑的光泽，导轨有一点点干掉的浓稠润滑脂痕迹，轴心与小角透明润滑，轴心加长部分偏向平面触底。